那再过一个月就是师尊的佛诞，我们先恭请师尊师母能够移驾到台前。好，大家真的很幸运哦，刚刚影片中又再一次见证到师尊是拥有三角肌还有胸肌的金刚身。好，所以我们所有的弟子在这边向佛菩萨请求，师尊能够佛体安康，长寿自在，让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，祝福师尊佛诞快乐。今年11月20日回到台湾，要大声唱哦。早点回来哟。